我是苍蝇，防止他偷我。我不学技能，我决定在这里阴他一次。哎，如果能够摸到的话，可能他这一条命就没了，一血。但是好像，哎，来了，他完了。哎，好，搞一个闪现不亏。其实他没必要交闪，因为我刚刚那个瓶没 A 出来，所以我还要 A 一下才触发血怒。触发血怒之后打的才痛，但是他很稳，稳如泰山。够了，够了，这就够了。我先不跟他打，他没学轮胎。他第一波被我阴了，他没办法，不得不学E。他没学轮胎，我一级舒服多了。啊，我舒服多了。我马上二了，他恐怕心里还没点数。你没数吧 ？A 塔 ，A J W， 卡位 A 塔还手。行了，够了，够了，他。A 塔吃药，我他这个好痛啊！打我，你说啊，现在的上打野啊，你就看不懂。他玩个西瓦纳，他要抓上，哎呀，你真的是，你再抓上，我跟你讲，就这波兵就把你，怎么说嘛？听讲你喜欢蹲 ，A 接 W 接 A。接 A， 接哎，他这波盲僧不把他收了，我就 Q 闪把他收了，这肯定的，很好，让你抓上，吸手，好，很好，很赚，轮胎丢任你丢，你敢 A 这个兵就是一手拉接 A， 接 A 接 W 接外圈刮接 A 死。啊，他没闪的啊，他没闪的，他没闪，好，很舒服，他没踢，他带的是点燃，回家，完美回家，太舒服了，26刀，一个人头，一个助攻，他呢，14刀。第一件装备出什么？出他一手魔抗斗篷。哎，我让你就彻底耗不动我。他主要的消耗手段是 Q 和 E， 我25魔抗，然后我受到敌方英雄的伤害之后呢，我就增加生命回复。哎，你耗不动我了，你现在耗不动我了。而且他打野是希瓦纳，希瓦纳想要配合墨菲特必须双六啊，没有双六就别想来了，推我一波又如何啊？我又不怕你抓的。哎呀，还要来，行，排我眼，好，我欣赏你啊，我欣赏你，说实话我欣赏你这种，你来抓我，你来抓我，你跑，你跑，你跑！哎，希瓦纳来就把希瓦纳砍死，我有血怒，血怒出发，来就双杀。怎么说？喜欢 rap 的同学点一波关注，再推一波，走。走，好，回家。感谢谢小亮的女秘书送上的大玩心。回家，拜拜。来个这个，哎，再捡一次 CD， 很好。再买一瓶药啊，再买一瓶药，2瓶药够了。
5-2，不亏，不亏。斑比的熔渣，他现在撑血没什么用，但是他也只能撑血啊，他不撑血出其他的都不太合适。但我只能讲，你只要被我上来平 A 到，那就血路出发。哦、不要靠近，靠近兵那肯定就是 AJW 砍，反手一刀斩。不要靠近我啊、哦！靠近我就是。怎么说？你不来是吧？行，你不来，那我也有办法。哦。哦，你炮声你吃不吃？你敢吃吗？吃你敢吃？啊，你吃是不吃？吃就无情铁手啦，反手外圈刮 ，AJW 他就砍，反手就是你厉害就吃什么啊？你以为就没安全啦？我就不动了，对不起，血怒在手，把你带走。吃个药，来人没关系，来就杀，就是这么硬霸。好，杰没来，杰在下路。OK， 吃波塔皮回家。好，赶快，再吃一阵，来得及。希望他敢来抓我，不不不不不不不，这波这波、哦、我得开机房，我吃药，控制好距离，注意，哎，注意注意，小心小心小心，哎哎，他没大招吗？哎，他没大招吗？哎，这石头人没到吗？搞不清楚，我先溜了，没蓝了。我溜了，拜拜。他为什么不放大、啊？难道他的啊剑坏了，还是他？什么情况？他为什么不放大？我很奇怪，你知道吧？大红包来一个，最后一把起飞局。他这个红蓝 buff 吃的很舒服，你这个兵吃你就死了。很好，他没吃是对的。他一直都没大，他一直抠着没放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刚才我几波走位，他应该要放的那两波，那两波他放他很赚，但是我都能躲掉啊！我那两波都躲，都在骗他。走，哇一血啊！走，好，这个塔皮可以吃，没事，中路不敢来上的，来上就把他打死。他来上就肯定死，他这个红蓝 buff 我想要，他现你看他轮胎耗不动 ，AJW 好你完了，再摊一个平 A， 哎呀距离不够了，反手拉回来 ，AJW 外圈刮，好很好，他这个大不放死了，不放直接死了，我这只要一刀劈出来就血怒流血流死，真实伤害大招，但是这波塔下你敢，哎。一直啊，行，我劝你，劝你善良啊，回家。你耗我没用，哎，我有这个绿甲。
把他踢回来，一脚杯，一哎魔眼，我把他接住 ，AJW 外圈刮人头，怎么说？你吃我吃，好给你。1600块，撞！快把这个拆了，我们就跑。拆了下去带节奏。好 ，OK， 走。这多肉啊！1900块，先来一个小战锤，再来一个忍者足具。再来个真眼，好，有双招，把他这个下塔推掉，再把他中塔推掉，啊，他们基本上这个差距就出来了。你这有大招，你不随便跟他打，你还在绕，你绕什么呢？这完全不用理他的哈。对，我来了。他不管谁在塔下守都死，啊，他只要有人敢守塔，我马上开疾跑，马上翻脸。我这波过来就是告诉他，请让掉你的防御塔，啊，让掉你的防御塔，我就不杀你。你不让的话，就对不起，翻脸，疾跑一开带着。啊，你让就没事，让就好说。塔皮试一试，啊，不要出掉三啊，好吧。你那花里胡，走，行了，走。哎，我走了啊，你们，我走了，你别搞死了。我这波，然后他截过来支援，那行嘛？中路中途把他还就那个。你先往后跑，来这波我一打四，你敢，就是猛一刀斩，喂，哎呀，这个点燃好烦啊！哎，我这波是不是太刚了？这波是不是太刚了？有点刚，就这个点燃让我回不上来了。没这个点燃的话，应该是三杀到四杀，三杀到四杀，真的不开玩笑。我那一口吸加上我绿甲，你知道吗？包括现在这个大斧子、大杀四方的这个回血也加强了，回的也多了。这一下下去要吸多少？全部劈死了，真的。诺手就是这么玩的。只要血怒出发，直接脑淤血上头，不管你几个人。哇，这石头人十级了，他为什么等级就一下窜上来了？贼的很啊！行，那我要压他一压了。他居然偷偷的发育起来了。来来，这个石头人真是看到我就算了啊。那这就是你的问题了啊，兄弟，你老老实实的就发育嘛，就算了。我这轮胎减速减这么久吗？我墨菲特玩的也时间也挺久的，我怎么不知道？加强了吗？帮你刮一下小石头人哟。好，中路海底捞，你哦，很好，石头人大招空了，没事，不怕，我这波马上到开打，好，行，游戏结束，他们招都放了，没了，都没了，全都没了，一刀斩，
拉回来 A 他两刀斩，还有谁把他拦住？我这波三杀，哎呦我靠，跑到这边去了。推他塔，推他二塔，你看我这个自残打击放的，你就能够感受到我的这个水准，就像在跳舞一样，行云流水，看出来吗？哎，就是什么后摇的取消够快，看上去很舒服。感谢大司马氏瓜皮皮送上的飞机。主位，你不死都说不过去啊！吃药，石头人没到 ，CD 没好，还差15秒。哎，给你算得清，给你算得明明白白。缓速，我先溜，你先干。好，行，打得不错。给你算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啊！知道高手是怎样练成的吧？知道王者和黄金的差距了吧？差距就差在这个地方。我能马上给你报出来他 CD 还有多少秒，我能马上给你报出来他一套连招打我多少血，我能马上报出来他在我什么位置，他离我多少码，他有多少秒能够赶到我的战场，我跟你说得清清楚楚。这就是王者和路人玩家的区别，知道吧？操作先不谈啊，操作可能你我皆一样。哎，心里有数，心里有数，高手是怎样练成的？来，你有本事这波你们杀我，行，我死了。没闪，别浪，别浪，别浪，不浪，不浪。别浪，我们好像优势并不是那么大啊。这波我浪了，说实话，我一个人在他塔前这么玩。而且还没闪，关键是他晕倒了，他是在这里，我以为在这里，所以我的走位是左右左右左走位，知道吧？没有前后前后前后的话，他火男晕不到，但是他在我左侧，我左右走是没用的，还是一条直线，明白吗？把他这个高地给掀了，那么打大龙，哎，真的是就大龙搞起来，大龙搞起来。还在等什么？他们没法打了，直接打，没关系，不默契。恭喜老马补习班班霸，感谢喷子我太阳你妈了，来，哎，直接打，不默契，这么大的优势，我这波又有双招，很强势。随便打，看到也没事。好，他们来不及了。OK， 很轻松。恭喜补习班班霸同学，恭喜你！班霸同学是不是第一次中奖？很开心。哎呦，吃不到这个跑车。你现在打不动我了，我跟你讲，有。走位失误的，这把你们杀不掉我了。拽过来 ，AJW 就是一手，你敢不敢打我？打我，我马上直接闪现拉开。我跟你讲，反应就这么快。不行，你试一下，反应就这么快。我是不会吃墨菲特大招的，我已经形成了条件反射，你懂吗？
拿塔 AJW 疾跑一开，外圈一刮 A 塔 A 塔 W 刮塔刮塔大招劈车，莫非他没大？我吸收了多少伤害？上，哎，这波危险，好漂亮，炸火！恕我直言，这波虽然队友放得很好啊，但我觉得这个肯定是炸火的，是吧？有一说一，哎呀，完了！行，够了，够了，还是把他下二拆了。30-18，可惜了，这把要是18-30就好了，我这个诺手就开秀，这种秀不起来了。我在特别是玩法师的时候，不可能吃石头人大刀的，啊，我要么有闪，你不可能大刀，你只要一出大，我就直接条件反射闪现。你不出大，我没闪，我就，不会给你大招的距离，知道吧？战士的还好，战士有时候吃他大也无所谓。法师的话，我不可能吃大，永远大不到，除非他贴身放，那我没办法，对吧？那你贴身，你石头人怎么可能能贴到身，对吧？这波我在，这波我是爸爸，这一波。我靠，这谁 A 的啊？你在干什么？你在干什么？哎，你又在，你在反手刮你。没大呢，好，搞定，猜猜猜猜猜，这个 ADC 旁边像苍蝇子一样的疯狂的骚扰我，但我不想理他。走吧，我要出一手装备。把去手好，说实话，他们能够守成这个样子，我觉得已经很强了，已经很强了。我来一个秒表，到现在高地也没拆掉。抱团，嗯，哦，这个石头人，他每次都敢上来掏我一下，他都不怕我用他来触发血怒。这些打人有点痛，算了，我觉得还是来下路吧。猜猜猜猜猜，不用怕，拉到一个死一个，没拉到。走，打大龙。我靠！你真的是好身法，好，
靠，身法！哟，居然还能逃出来啊！好嘛，好嘛，外圈刮拉回来 ，A。好，拆拆拆拆，快，快快，就一个劫了。哎，好，可以，很聪明，打断他的加速。救我！走，没事了。大龙，大龙，快！来来来来来。BF 大剑啊，我下一波出复活甲。直接打，直接打，不用等了，不用等了，上，疼，靠近我，下来，一刀斩。死亡闪现 AJW 两刀斩，好，搞定，轻松，拆龙丢了也不怕，去了吧，嗯，走位，好，哎，投了，他们放弃抵抗了，打不过了，这把队友打得可以。